那我们到现场就现场凌乱了啊！指挥中心是讲说两辆机车发生事故啊，现场有三名伤者。伤者伤势的话，我们一到现场先评估啊，发现一个倒在地上，另外其他的还有意识，我们先去照顾那个没有意识的患者，结果发现他失去呼吸心跳啊，现场判断欧卡，然后给那个 CPR。那他外伤明显外伤的话，大概是右小腿的开放性骨折。本队所属板下安检所中尉小队于106年4月到本队报到，迄今平常在营的表现良好，乐观进取，待人和善，深获各级长官的肯定及赞许。昨天不幸得知温源的意外事故，本队深感遗憾，后续将会持续的协助家属处理温源的丧葬事宜。